여러분 안녕하세요. 大家好，我是 Dan. 最近在韩国，一位 20多岁老师的。 不只是引发了全韩网的愤怒，更是让全国5000多名老师走出大街追悼往生者，并要求政府重视教权侵害的问题。首先，根据报道，这位年轻老师是因为在处理校园暴力的时候，长期受到了加害学生家长的投诉威胁，甚至家长还当着其他老师们的面前对这位老师说了：“你没有当老师的资格。”目前也有谣言说，这位加害者的父亲是现国会议员。不过，这个事件只是冰山的一角，在韩国所谓的教权侵害已经不是一两天的事情了。不尊重老师，没大没小，这已经都不算什么了。最近，学生打老师导致老师住院的事件也闹上了新闻社会版面。但是，真正的问题反而不是在学生，而是在家长。在韩网有个词叫“Mom Chung”，中文是“妈虫”。Mom Chung是用来讽刺将妈妈这个身份当作特权一样剥夺对方的权益，并对周围的人，甚至整个社会造成直接或间接伤害的有子女的女性。简
不过请不要强迫他吃。我现在心情很不好，老师，你为什么用开朗的声音在通话？因为你给的作业，我们夫妻吵架了，你是破坏家庭的人。请老师不要使用 iPhone， 孩子回来会吵着要买 iPhone。家长会、学校运营委员会，我都是委员，您知道吧？我孩子讨厌你，但是我是学校运营委员会的成员，看在校长的面子，我在忍耐而已。未婚老师对孩子们充满热情的教导，所以请老师在我儿子毕业之前不要结婚。怀孕了为什么要担任班主任？明年再怀孕不行吗？在这里最严重的是，现在很多年轻宠宠父母们甚至不知道自己的行为是错的，觉得他们的要求是很合理。我们接着来看一下韩国宠宠父母们最常使用的几句话。孩子爸爸气愤地说他也要来，被我给阻止了。我家孩子在家里完全不会这样啊，可能是老师太善良，孩子不怕才会那样的吧。我家孩子是做错了，但那个孩子就没做错吗？其他孩子也做了，为什么只说我家孩子？我家孩子只要一对一好好的说就能听懂的。我家孩子太纯纯，受朋友们的影响很大，晚上打扰真是抱歉，不过今天我睡过头了，所以没能帮他准备好东西，请不要责备他。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。我妈也是一名在职小学老师，一两年前她也被一名三年级的学生打过，当然她什么也做不了，因为她担心可能会以虐待儿童被指控。我还清楚地记得那天，我妈用充满愤怒无奈的眼神跟语气向我诉苦。实际上有很多老师被学生打过，但他们却什么也不能做，除非亲身在现场看到，否则无法想象这种情况。首先在家庭应该要好好进行一下品行教育吧，对老师这样随便的孩子，对同班同学也不会好到哪里去吧。从什么时候开始孩子们顶撞老师，老师责备的话，没大脑的家长就跟疯狗似的攻击老师了呢？家长们为什么变得如此没有良心且厚颜无耻呢？我真的不明白，看到这些案例，家长们真的有很多无理的要求，很多家长把应该由他们来做的事情推给教师，真的有很多荒谬至极的情况。如果自己的孩子做错了事，应该道歉并好好教导孩子，但他们只是一味的为孩子辩解，把错误推给别人，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？我是已经在幼稚园工作了10年的教师，学校的投诉问题很严重，但幼稚园的投诉也同样严重。家长们不合理的要求跟投诉，从孩子刚踏入幼稚园的第一天就会开始，一直延续到学校。虽然有很多好的家长，但有些家长却让教师这个职业变得困难和令人遗憾。他们的行为影响了我们的心情。我曾经也被家长说过，老师的声音太高，听起来会让孩子们不舒服，请体谅我们，请真心的帮助我们能够好好教育孩子们。就一句话，学生的人权很重要，老师们的人权一样很重要。最后想问一下大家，在大家的国家也有教权侵害问题吗？